我们一家人真正团聚的时刻很快就能到来了。和复活小武士一样，庞大的神之气息输入，我的修为很快就攀升到了万年蓝银王级别，但后续需要的能量只会越来越多，就算你精神力再高也不足以支撑。海神之光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，你恢复人形的关键在于吸收足够的蓝银皇能量，这也是我决心在冰火两仪眼完成这件事的原因。第七魂技，蓝银真身。蓝银领域最终进化技能，海纳百川。需要担心子民们的生命力被过度消耗，我自有办法解决。既然能将海神之光和蓝银领域融合施展，创造出全新的海神蓝银领域，十万年的标志，我们只需要等妈妈破茧而出，重新化为人形就行了。阿银，我们一家人真正团聚的时刻，很快就能到来了。